那我问你们仨，假如说有一天我生病了，你们仨怎么办？啊？我生病了。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, just how I do it. 哎呦我的妈！坐下，坐下。他爸爸拿钱看病啊。妈妈拿个麻布给爸爸干活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乌阳，你要跑是吗？啊，来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真有才呀！啊，一听说大姑父有病了，戴上口罩了，要跑路了，真他妈不是亲生的啊，就是不一样。你说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一天，走吧，走。